病患专程找上门，全是因为天注定。还没有真正是 VS， 一个礼拜才一诊。case 癌哦，子宫颈癌早期了，做整体子宫的切除，年轻时就照。我们很认真解释完，然后通常过一阵子会出现在别的老师的诊所。还真的照时间越来越开药，那时候心中默默的感动一下。就后来跟我说，你家神明我保过不会了。神明说哈，好像车来对性感，他摆对过几年人呢。哇哇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